像六个男孩。他说某天撞见他是最美好的意外。渐渐打开他转身，原来他对他印象不赖。后来两人彼此明白，最后他们相爱。突然距离迫使他和他分开，他和他先离开。外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，他躺在巴黎的海滩上晒太阳，总是会跨过大海越过山脉，却也只能向往。他说你喜欢去到遥远的地方，他说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流浪，路途遥远也罢，艰辛也罢，只要你在身旁。放下关怀，不再有所期待。